终于可以提足球呢？系啊，放风筝啊！啊，春天先来的放风筝。呢度系秋冬天先放风筝。春天啊！冬天啊！啊！哎。 你的先好玩呢。<笑>个老友好无聊一个人。 拉手。 哎呀，都系降温之前都系要少少容易啦。雪山，做咩呢条路唔行呢？点要行呢度咧？我都去试下。从边度爬上去啊？ 好，我们开始登山了。登山是这里，这里登啊？登山道啊，对，到登山，到小平铜像广场。 你记得啊？这还是国庆的时候做的那个东西。集合展早就结束了吧？应该。没有，它不是28号。我点击的。啊，今天天气不错，20几度啊，23、24度好像。 山就是有花吗？你这是说这个山像莲花啊？不是，不是说这个莲花。哎，那莲花期间啊。叫荔枝公园，有荔枝吗？好像荔枝公园真的是很多荔枝哎。那是，那个是真正的是。有荔枝的公园叫荔枝公园。红湖公园是莲花很多。 直接走了，这个才200多米啊，海拔，太矮了，<笑>就是没有一点挑战了。过几天我们去爬黄山，冬天去。黄山，去爬梧桐山啊。梧桐山也可以，爬梧桐山再爬黄山。 那四年中间。
边不是专门一块地拿来种花的？嗯，现在呢？现在也是种花呀，只不过不知道他现在种什么花。累呀、啊，真是缺乏锻炼呢。好多是吧？在5000米海拔的爬山的现在累。你不叫爬山，你要叫爬山。我说的这啥？拿枪对鞋的，我弄到第二月十八斤。哇，一身汗了。会不会下来？有机会。又滑的不一样了，没哪块薄板从这里滑下去了。嗯。很高。前天在这里不是人山人海吗？对啊。小叮咚将到了。我发给。这么没尴尬。就是累死，出身汗就到了。走下来都不用20分钟，慢慢走，走快了10分钟就到了。是小平同志的雕塑啊。其实改动的景呀，改动的景些，这个要个等搞个出息呀。小金，你自己改动个啥东西吧？你那我是你在搞什么？T-T-T-S-C-O T-T-S-C-O 红色旗子 T-T-S-C-O 就是二百七十元。大师傅，来来来，我们慢慢走，孩子的。这边这边，我不知道吗？小平同志，1984年1月26日说的，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。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，我也那么想的。我们现在往下走了，你看了什么都想着吃。那个是香鲜菜，这个是龙的，像是豆尖嘛，那个像不像胡萝卜？好像都是跟吃的有关。拿来炒着吃。我们往下慢慢走。
下线路和上来不一样啊。哎呀，这是可以开车上来的，那边是登山的。啊，登山。登山道，这是。那没有人开车，这里不能开车吧？哪里有车的？那边都会停车的。私人道不能开车，就那些工作的呀。离我不是很远。可是你休闲好，现在好多免费的地方，免费的那游玩可去的地方挺多的哈。嗯。基本上每个工人大厦都不收钱，全是工人都不收钱。都不收费的。里边放锅饼呢，里边呢，哈，里边我得发凉的个嘛。里边还里边的咩螺啊，西，东，嗰里系北。只有旅游巴士可以开上来。谢谢，我刚才我就坐下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那买饭了呀，啊，可以在那划船呢，脚蹬的是脚踏船。我怎么感觉那个是幽灵一样的古代的那个鬼魂？那这是拍嘛拍？起码还有点态度在那里，拍古仗。嗯。仗。是的。那个自娱自乐的那个。在那里唱啊。阿爷阿妈。还剩的，肺黑啊。刚刚又翻过又不翻过的了啦，这回就有点好。哎呀，你的不翻过也越多的了，老人
花社会的嘛。现在人的都要菊花展，我都没见到有菊花。就山顶那里有几盆的。那些好神神神的菊花。这里就叫莲花。那里有些帮啊。嗯，唱歌的。